鱼皮好弹，诶，文物哦，今日用一百蚊，看看可以喺广东食到啲咩 ？Let's go！ 第一站咧，我哋先去上下九步行街。听讲啊，呢条街好多西瓜小食噶，陈天记鱼皮现点现捞，26份，落咗啲花生同埋香菜。鱼皮好弹，爽滑，同我之前喺顺德食嘅差唔多。宝华面店大虾滑卡面35蚊，1、2、3、4粒滑卡，先饮啖汤先。猪骨汤味加咗瑶柱，好鲜甜。云吞里面有一隻完整嘅虾仁，好弹牙。佢呢个面食得出系纯手工做嘅，好韧。老字号捐衣猪脚姜，20蚊一碗。哇，你睇满满嘅胶原蛋白。呢、這个炖得好烂，一碗里面有猪脚姜同埋蛋。其实咧，我觉得检验一碗猪脚姜合唔合格，姜系好关键嘅。如果冬天嚟食一碗真的好暖胃啊！第二站北京路，北京路同上下饺就有啲唔一样啦。呢度咧比较多人民古迹，呢度嘅酥记牛杂、仁顺老铺都是老字号，可以去试下。每次嚟咧都会买呢个核桃酥，呢次买都几盒翻去。讲真咧，广州真系好行啊，真系有啲热啊。第三站沙面道。沙面道啊，有好多古迹噶，仲有好靓嘅光景。呢度咧都有好多广州嘅标志性建筑，好多人嚟呢度参观噶。哇，都几浪漫噶喎！喺呢度影相咪好出片噶？肯定噶啦，你影咩啊？等等，同我收多几张啊！走，兄弟，兄弟，我有啲意思的。搞错了，再来。甜蜜地与爱人，风里飞不高声欢呼你有情。行啦，我哋搭永东巴士翻香港啦。永东巴士系啦，冇错啦，就系、是、永东巴士。今次咧，我哋喺华夏酒店隔篱呢个站点上落车，末班车时间系7:30，单程票价110蚊，来回票价180蚊，线上线下都可以买飞，每日来回46个班次。到咗三塔湾自行过关之后，揾到41、42扣位，继续换乘永东巴士就可以分到香港各个市区站点啦。